好，郑州暴雨。昨天大家还在说，如果英国淹水会是什么体验？昨天就下暴雨了，伦敦的超市、商场、地铁有部分都被水淹了。大家知道吗？英国的信号有多差，很多人连求救信号都发不出去。从去年封城到现在，印象当中是第一次下这么大的雨，威尔士下过一次大冰雹。下雨不打伞的英国人也开始打伞了，但是还有些可爱的人直接躺在水里说可以游泳了。大家都在说这可怎么办呢？英国人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雨，超市里一脸懵逼的英国人都不知道要怎么回去。警察出动要看看怎么把车弄走。昨天这场雨有75到100毫米的降水量，英国各大头条都在报道。去年封城每天都阳光明媚的，让人差点忘了英国出了名的阴雨天才是英国的本色。有些住在一层的都被水淹了，马路上也是可以游泳了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散会散会。